大家好，我叫倩倩，今天是来跟我的男朋友，然后还有我的室友告白的。他们两个应该是互相喜欢的，然后是因为有了我的介入在里面，然后才没有办法在一起。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退出，就希望能够成全他们。不不不，你退出？你参与过吗？参与过啊，我都说了是我的男朋友。来把这事儿跟我们说一下。我室友叫小雨，我男朋友叫伯贤。我跟伯贤在一起没多久以后吧，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我跟他一起去逛街，我就看上一条裙子，结果他跟我说那裙子不适合我，就适合小雨，我要不要买回去送给小雨，说小雨穿上肯定是特好看。我是因为小雨才认识他的，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，那衣服我也买了。然后我们俩有一次去吃火锅，他也跟我说那店是小雨以前说过很好吃，其实我平常跟他说哪哪好吃他可从来不记得，所以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我就打电话问他，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喜欢小雨。然后呢，他虽然没有承认，但我觉得他还是喜欢小雨的。你问干嘛不直接问小雨呢？我问了，小雨也是跟我说没有，而且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没多久，他就说他要搬出去住了。我后来约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就不怎么出来了。以前我俩是天天黏在一起那种。我后来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以后，我就觉得他们俩应该是有一些什么。那你今天到这儿来真想撮合他们俩，还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都有吧。如果他们俩真的是互相喜欢的，那我真的是真心希望他们俩能够在一起。成人之美的心固然大家都有，如果是我，我也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但如果他们俩要是真的有感情的话，我倒觉得这个男生挺恶心的。如果他们俩之间真的背着你有点什么的话，说难听点，这两人之间干的事儿全瞒着你，你还撮合他们干什么呢？这完全有悖道德呀。因为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相互喜欢，有好感，有好感、而且应该是在我表白之前，然后他们俩有好感，就因为这样我才更会愧疚，就觉得也许是我破坏了他们。